谢谢。 像不像你们以前的皇帝啊？好好好，不然你们认不得我啊！就是有人要拜下去的，有看到吗？哎，啊，这样你就认得了哈，认得以前有关系的哈，啊，是是是是，嗯，刚刚要讲什么？ 哎，刚刚那套衣服皱掉了，看起来好像人家刚洗面汤一样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再装。我不是师傅，要再亮哈。这个本来要省到下个礼拜，<笑>不然下个礼拜我没有教了，没什么绝招可以拿出来了。 刚刚我们在上面谈那些武功的事情嘛，我们那个高手武林啊，武林高手啊，他就跟师傅说，以前呢，他有练过那种那个武力的那种功夫，知道吗？外力啊，比方说把砖头贴成三块，这样贴香蕉一样的，好像，像接香蕉一样。不过后来就不用那种了，啊，臭啊那个了，啊，现在站得软软的。 人打如果碰到就会粘到墙壁去了，<笑>啊，所以这个是用柔的，不用刚啊，嗯，啊，练到那种就不用动手的那种功夫啊，就是很难呐、啊，是不是？应该很认真练，你们听他练13个小时啊，每天这样啊，你们如果要成佛，愿意不愿意练13个小时啊？有时候哈、啊，我们打禅去的时候有练，所以你们。 现在啊，就知道师傅讲那个禅技的时候，多用功就是这样子啊。偶尔也还是要用一次，不然的话，什么时候能够用功呢？那、啊、每天2个半小时算什么呢？一个小时就打瞌睡，然后另外1个半小时打呼，<笑>另外一个小时就看时间，<笑>啊，就差不多了。嗯，就是最小我们那个。 学这个功那个功夫啊，那个内功啊，观音的内功啊，其实我们有一片诚心就可以啊，根本没有用那么多功夫啊，而是用力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用不了力量啊，那工作太忙太累了，哦，回去又不能专心了，小孩子啊、先生啊、太太啊、朋友啊、电话啊，乱七八糟很多事情，那我们那个头脑没办法静下来啊，所以。 学观音法门呢，决定要解脱，就是不是靠我们而已了。哎，像我们那个老师、啊，那个武功的那个师兄哈、啊，他意思说练到不用练，练到不用那个功夫那种啊，懂不懂？那就人家碰不到他就对了。如果不小心碰到，就会倒到那面去啊，这样子。或是他不小心碰到，一天我们也倒这样子。同样啊，我们练那个。 他那个功夫也不是应该用功用力，哎，所以不一样。我们观音法门也是差不多。那最好的功夫就是这样，最好的功夫就是不是用力用功的啊。像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啊，是听到某某人以前那个剑法最好的哈，而是那个什么拐杖的那个武法是最漂亮哈，最有力的。后来呢，看到他几年以后，他说。 他现在根本见的不用了，拐杖也不要了，表示说他不用的那种那一套了，粗糙的那一套。那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啊，以前呢、啊，刚来的时候，有可能那些以前的名师会叫我们神通那类啊，就是功夫一点。后来应该放下那些哈、啊，如果有道心的话，啊，看看呢、啊，真正的有道心要了脱生死，他会叫我们别的。嗯嗯，那。 我们这个观音法门是一样，我们学这个观音法门根本不是用功的，懂不懂？有一种秘诀嘛，懂不懂？就可以学了。没有老师，我们不知道这个，我们就练到1000、10000年也是练不了，武功也是这样。
懂不懂？不是看人家打打贴贴，我们就打打贴贴，不一样啊。如果老师没有教你那个秘诀啊，你练不成啊。像那种用柔硬刚那个哈、啊，那没有动手，人家会倒那个哈、啊。而是他说他那个有什么叔叔，现在八十几岁了，来不及学了，我们来不及学了。他就这样弄而已啊，人已经被贴在墙壁粘在那边了。我们那个修行观音法门也是这样子、啊，最好的那个修行的法门就是不有没有什么法门，是不是？所以师父传法给你们的时候没讲什么、啊，是吗？我们静悄悄的，我在不在无所谓、啊。那徒弟跑到那个大陆去印心也看到师父在那边，那到美国去印心也看到师父在那边，师父不用在场啊。有的人认为是师父用那个什么啊。像你们讲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退眠呐、啊？不是啊，退眠这应该再强的就给退人家的眠啊，在这边怎么退大陆的人的眠呢、啊？是不是？根本没有认识师父哎，啊，因为师父没用念力的，没有用那个了，所以说武功神通还是要用意念嘛，懂不懂？我们应该超观那个用没有用一样啊，畏无畏啊。实际上你们说师傅那个接饼干的时候那个菜刀了会发光了，我说师傅手会发光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，我不是说现在发光一下我是随便接饼干给大家吃而已，那什么时候随便它就随便发光了，没办法，那个是随便的。所以有时候像有时候师傅随便弹琴啊好听嘛，然后我们徒弟也随便弹了下那个我们那个前天有迎华会嘛，他们说爸爸节嘛，他们把师父当爸爸他们住家人把师父当爸爸，因为是师父嘛，哎，不过连那个妈妈节他也没有，他把师父因为师父是妇女也可以庆祝，那爸爸节因为师父所以也可以庆祝，他什么都可以庆祝，这样的一天到晚庆祝的，我饼干糖果笑话很多啊，那个没关系，那个爸爸节的时候爸也爸好好可爱，中国人会玩直啊，爸也爸好就爸爸节这样。好，那个迎华会的时候，那有一个徒弟啊，住家人上来就随便谈，哎呀，谈六回我们受不了，我说好，你随便停就好了。我知道他们在那里都不耐烦了、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还没有停？”他随便谈，随便谈就好久。那随便跟随便不一样啊，懂不懂？像那个我们那个无功身后那位同修哈、啊，人家来要找他算账或是怎么样啊，欺负他，他随便这样弄一弄啊，拍拍说：“请你出去。”人家已经丢到那个大概护法站那个地方去了，最小了。比方是这样的，那你随便这样弄可以吗？那个随便跟随便不一样啊。那是比方说是不是随便异性这样子，你们随便可以吗？不一样，听懂吗？那个随便跟随便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学会了以后就可以随便了。那我们学会开车了以后，随便开怎么样都好，是不是？那还没有学的以前，哎呀，用功用力开还是丢到那个湖里面去。啊，何况随便开呢，是不是？那就丢到地狱那边去了啊，不一定往生了，丢到西方去了。所以有时候啊，那功夫跟功夫也不一样啊。我们看人家在外面那个接什么接庄头上接那个橡胶一样啊，或是怎么样啊？把那个铁架外上人家外面条，或是法国面包一样哈。我们认为了不起哈，啊，有一些人真的不用这样弄啊，他不动，不过人家自己倒，碰到他就倒，比方说随便碰他就倒，就倒到那边去了，他根本没有动手，这个才是比较好功夫，懂不懂？是不是啊？嗯，我是像你们说，师傅有很多神通啊，可以救你们的病啊，那个救你们在灾难的时候，我们求什么就有什么哈。这个不是师父在这里用念头做的，就随便的了，懂不懂？你们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因为马上师父知道，还没要已经知道了，这个很快嘛，比那个光还要快。哎，最近那种神通啊，就是无畏的神通，像那种武功啊，就
无功的无功，没有功夫的无功啊，这就比较高等一点。任何的高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，不用力的，很软的，很普通的。嗯，我是想呢，我们同修以前的那个想射师傅用那个一辈子功夫，那个见光想射师傅那个哈。哦，我也没有看到他射什么，我也没有故意那个抵抗他，懂不懂？根本没有用什么，我在那里吃饼干，我是在那里那个时候有个人开吃，或是接饼干，那是做什么了？无所谓了，懂不懂是为什么？根本不用功了。所以我们修观念法门才是最高的。你们修一回，保证跟师父一样，不一定。如果用功的话，如果诚信的话，有信心不动的话，一定会跟师父一样。不可以跟老师不一样，我是最少差一点的，是不是？啊？你笑什么？你们笑什么？啊？跟气功啊，差一点。对呀、啊，差一点总比差很多好啊。那你在哪里学那么差一点呢？是不是？啊，比方说那个英文的老师哈，讲英文很流利哈，那我们比他差一点，就表示说我们还可以讲啊，是不是？就没有比他那么漂亮，没有比他那么完美而已。不过我们讲，人家都听啊。老师不在的话，我们当王啊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坦白啊。不是出家人啊，得有这种力量。我现在随便哈、啊，眼睛闭起来啊，不管男妇老幼啊，几岁啊，我如果要跳你们出来去传心印的话，一模一样的，跟师父在场一样的。就表示说，如果师父跳你们出来的话，不管是谁了，我不管了、啊，我是任何人要学，随便站起来报名也可以，懂不懂？啊，我不是要选的，你们就说啊，师傅选最好的，不是，你们自己随便任何人修行最烂的，没有一点光啊，印也没有，无所谓，每天打坐不到两个半小时，不管他，我说你们其实那个戒律不清楚怎么样，不管他了，随便报名，随便站起来哈，比方说这样啊，师傅就让你们去传心印的话，那个时候师傅传那个心印的力量给你们哈，那这个随便传了、啊，你们也看不到。师傅也不应该用力，就说我转什么什么，没有，这个里面做的，也很轻松的啊。然后你们出去传心印给别人哈、啊，一模一样的，跟师傅在场一模一样，就表示说你们能够带得动师傅那个力量，能够容纳师傅一样那个权力，懂不懂？表示说跟寡位跟师傅一样嘛，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不然怎么能够带得动呢？比方说你们跟我不同的力量，怎么拿得动20公斤呢？小孩子怎么拿得动20公斤呢？是不是？拿到20公斤，表示说跟师傅一样壮。所以你不要在那里，不要在那里那么每天念我什么时候成佛，我什么时候怎么已经成了？就是，所以这个比武功还要好。哎，武功你还要练得很清楚，才跟老师差不多。这个不用练了，不是靠自己的啦。不是靠自己那种繁复的念头和繁复的功力，不，就是不过，如果我随便挑你们出来这样，你们力量一样，不过你们个性还不好，懂不懂？戒律不清楚，次数不多久，然后打坐也不够，你们那个有时候受不了自己啊。出去的话，人家看也看不起你们。人家不能相信这位就是佛，这位就是师父的大徒弟，不能相信，你们也受不了。虽然我们是无我的了，不过因为你们还没修到那个无我的等级啊，所以即使师父把全部财产给你们的话，你们用不了，像一位穷坏的那个公子一样，父母权力完全给他，财产完全给他，不过他不知道怎么经营啊，等一下他也弄坏啊，懂不懂？然后部下啊，工人啊，没办法怎么样，没有办法服从他，就不听话，等一下就三家败散了、啊，
了解不了解是不是？好，同样我们这里出家人呢、啊，任何人都可以传心，包括小虾米。那、啊、不过、啊、为什么我叫他们上台讲经演讲给你们，考验他们那个口才呢？因为一位名士要完美啊，不是有那个力量而已。所以佛和魔差那个地方就是力量差不多，就智慧不一样，爱心不一样，个性不一样。所以要选一位名士出来，不是随便这样选的、啊、继承人啊，任何的家里都可以当师父继承人、啊、我随便挑出来任何人，最烂的也可以，没关系，师父可以给一样的力量给你们，全部一样的。不过啊，我们还是要训练自己啊，让我们自己适合那个寡位啊，听懂不懂是不是啊？好，所以我可以跟你们保证啊，意识解脱啊，即刻开悟，五代超生，这个是没问题的，就因为我知道我做什么嘛。那传心印就了脱生死了。不过你们还是要修行啊，因为如果你们头脑不允许你们成佛的话，也是很难啊。他会说啊，你这个人别开玩笑了，我是别人也跟你这样这么说啊，那个自己没有自信啊，成什么佛都没用，我是成那种佛干什么呢？是不是？那我们还是要适当上面的那种境界啊，那种风度啊。